频道，我们先叫我们的伙伴第一位登场，大家。第二位登场，滋滋。好，帅哥。我们今天要来这个，来坐下吧。来，首先我们要先给大家看。如果看我们频道的话，应该看过这个。我们以前养蚂蚁的管子，是我们把它接到别的地方了。你看，这个地方，噔噔，蚂蚁都会把卵搬到这边，这个卵到时候就会变成茧了。茧就是蚂蚁的卵。开始在里面孵化，没错，还没有开始变成茧。好，先来个正面，还有他们的食物，橘色的，呀，他们都会吃。他被入道过吗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，拜拜，就是这个，应该有看过我们所有。那个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，我们是我录的，以前挖的，他录的。嗯，然后这边有楼梯，还有一个步道，还有一些草，然后从那边通往下去，都会到这边。然后这边通往右，这边通往了以后，又会到这边，然后这边就是最大以后的草了。好。你好，然后这个蚂蚁的品种呢是大黑巨山蚁，我们都是会用这种管子来把它们连接它。说话呀，你都没说话。嘿，照我一样。好，欢迎解释。蚂蚁，我是大黑巨山蚁。拍照，哈哈哈哈哈！然后你现在还大孩子声音，来拍一下。哪里有什么东西？这是谁？你继续。那里有谁？这里有谁？这里呢？哪里？对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这是他们的食盆，嗯，食盆，我们可以把他们特制调配的饮料。洗手手，洗手手，洗手手手。你在看我跳舞。来，我要在这边。好，给我下。蚂蚁地冷果，蚂蚁地冷果。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加水，可以下打针。打针就是他上次在那边。你知道这个是干嘛吗？然后这么近，打针。就是那一位。就是我，然后爸爸常常这样加水，然后我们的录影师还说，好像前面药局买得到的。好，我帮你打针哦，小弟弟。不要打针了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弟弟啊，要再打一针。就是上次的这个，我们可以，如果我们这么大的话，可以把它加混到这里面，或者是。混到这里，你把请我混到那里面，或是混蜂蜜加糖或加水，可以味道重一点。然后他们也可以，你蜂蜜混水也可以，
或是糖水混水也可以。总之，你只要用有甜的东西，都能喂它。Hello， 大黑巨山鱼，我们在跳舞。大黑。其实我们有去山上找过，但是爸爸看到我们连续两次去看到，但是都是雄鱼在找以后。然后我们在山上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手机，他那里的人说甜蜜巨山蚁是橘色。然后还会在晚上夜行性活动，不太会在有光的地方那个吸引过来交配，所以他们都会在暗的地方。然后我上次就有看到橘色的，类似像臭巨山蚁一样的。但是我们也没办法确认，因为我们也不太懂，我们只是饲养看看而已。好，换你，走过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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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现在是到最后了吗？介绍完了吗？还没，还没哟。爸爸还在弄一个东西哦，等一下会有重头戏。先看他跳舞吧。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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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最后一点太近了，拍不清楚。快一点，影片太长，大家就不想看了，可以吗？我们在这里呢。Hello， 我的头套。录一下我们的新家。你放着吗？啊哦，那我们自己雕刻的，花了还蛮久时间，两三天。转一下。叮叮噔噔噔噔噔叮叮噔噔啊！潮掉了。这是谁画的？家草，爸爸画的。哦，家草好香哦，有一种梅子的味道。家草超香的。嗯，看这种小洞口，还蛮酷的。好呢，走进去。啊，我很想进去看看蚂蚁窝。因为我不知道蚂蚁窝是什么样子，像蚁人这样子吗？妈妈，我好想当妈，我好、我真的好想。我先结束了8分钟了，等一下啦。魏巍都拍过1小时的。魏巍哦，那不一样啦、啊，他在闯关呐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个？怎么了，臭爸？爸爸都没有录到我，而且爸爸，而且你没看到我跳舞。好，快点！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吧。等一下，爸爸不是拿东西来吗？哎哦，他拿不知道什么，先拿来看一下。我要喂蚂蚁吃东西，这是他食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，看一下他们的动静吧。他们是大黑巨山蚁，不像是家里，比如说你们家里会跑出来一些小蚂蚁。那是什么东西？羊膜。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个盆子里。就是它的食物啊，糖水。你随便不以为你很专业要这样弄，是别人养很多蚂蚁才会这样用。好，大家看这里，大家看看，到时候他们就会出来喽。其实他们吃会让屁股那个整个倒满。你看，你还在搬呢，你搬到什么东西？他们在搬卵哦。你不要
而且你爸拿那个夹子是妈妈拔一毛的。OK。嗯，我们先上去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他们在搬软。他们害怕震动的声音，所以你他们会想要离开。好啦，好，所以今天就先介绍到我们张美眉的频道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请订阅，还有分享，记得开小铃铛，开到全部哦。记得看跳舞影片哦，拜拜。记得看。